原来我们爱的都是同一个人。女主是个冷血杀手，从业14年，从未心软过一次。一次执行任务，杀了目标全家。目标濒死时，指着女主诅咒她永失所爱。女主嗤笑一声，她没有爱过人，又怎么会失去？结果第二天，女主破产了，变成穷光蛋。好恶毒的诅咒，早知道找个人爱了。